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だっけ。はいはい。午安安，谢谢变成星星柠檬的向日葵。嗨嗨嗨嗨，大家。谢谢牙妹的玫瑰，午安安。今天是不是人比较少？放个音乐来听。你们吃午餐了吗？陈真浪花都说他了，没有，好像还剩，好像剩一两个猜拳的钱，应该剩600多吧。いつもの道を走る電車。我有看到那个娜娜前辈，就是他不是有 po 文吗？然后就是那个他中学时期的那个画册，怎么跟我很像呢？我也是里面，我也是就是很多娜娜前辈的，就是很多地方都会写爱娜娜前辈。谢谢 Eddie 的人气会员选票，没有刷。嗨嗨，桃花哥，谢谢桃花哥的人气会员选票哦！谢谢桃花哥的星之光。谢谢桃花哥的花枝精粹。我上次在找这一首歌啊，然后结果就看到就是，还是长发时期的娜娜前辈，我又把它录起来。哈哈，陀螺酱，哈哈，本人神推，谢谢 Eddie 的玫瑰。硬转成柯南，哎，没有好不好？本来就可以接得过去，而且你看，真的接得过去。吃饱了吗？吃一半了。两天播得太近了，都会突然不知道讲什么。我昨天晚上吃火锅啊，吃好料。
但等尼采杰下播才可以去吃。结果我们好像10:30快11:00才吃，感觉西西快撑不住了。好，我会加油的。对啊，因为要吃好的呀。谢谢鱼尾狮的星之挂，那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看运动会前哨战吧。父亲节有特别表示吗？没有哎、欸，我们都是全家一起去吃个饭而已。喝妞，喝妞，喝妞，谢谢北北喵的星之挂。哎，我跟你们说，我们就是那个，就是做完那个动作，然后就隔天脖子超痛，因为甩太大力了。喝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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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妞。甩完脖子超痛。会买礼物给爸爸，不知道要买什么。超痛，可是那真的很好笑，真的太夸张了。谢谢北远远的幸运罐。谢谢北远远，帅帅。谢谢米柚的 love， 谢谢。我的海风图，对啊，希望没有，希望没有，就是出很多的风照，因为我还没有看过，我还没有把全部的看完。今天好卡、哦、超卡哎、欸！为什么？大家都很想吃高级烧肉，和牛啊，和牛！天天都好看，哈哈，喜乐库玛，哈哈，奇月，对啊，好卡，为什么？谢谢鲁蛇的剪刀石头布，我想继续吃哎、欸。嗨嗨，龙哥，谢谢鲁蛇的星之冠，嘿嘿，爸，生日快乐！可以啊，等下念榜的时候唱给你听。谢谢 Popo 的剪刀石头布，谢谢鲁蛇的剪刀石头布，等下再来猜。
谢谢雪肉库玛的告白气球。你们出去外面是会打包的那一种吗？还是不会打包？是会打包那一派，还是不会打包那一派？宽宽，嗨嗨，小雨，阿姐，你干多？最近没有更新那个现实动态，就很多人看不到我的直播懒人包。我们家几乎都会打包，哎，因为我们家食量都很小。谢谢 Eddie 为我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擦边球？什么擦边球？什么擦边球？放大声一点。哦，先弄段吧，改卷日文先吧。对啊，因为没有煮那个家，就是比较方便，我就把昨天的火锅热来吃，然后就去买了那个便利商店的白饭来配。谢谢吴呱呱的我来签到，谢谢，嗨嗨。啊，我觉得全家比较好吃哎。白饭够吃啊，够吃。可是你家就是我家的那个白饭比较便宜，然后我觉得比较好吃。你家就是我家的。有个味道吗？我反而觉得 Seven 的才有。嗨，草莓酱，金门草莓酱。Happy Fly， 谢谢 Happy Fly 的星之冠，这里是对的。没有，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口味啊，不一定我吃的才是最好吃的。谢谢 Happy Fly 的人气会员选票，嗨，好好。
谢谢小虾的幸运四连唱，快点决定谁是对的，好啊，谢谢托鲁酱。我跟你们说，我觉得最近乐团的大家越来越熟了。谢谢托鲁酱的好多剪刀石头布，我们来分出胜负吧，到底哪一家好吃？谢谢托鲁酱。谢谢托鲁酱的好多剪刀石头布，杨天芳。谢谢。最近乐团的大家越来越就是越来越熟了，就之前可能好像感觉有点不熟，可是最近越来越熟了，就越来越开心。对，今天1:05。但你们两姐说有点不慢了，为什么？为什么？还是可以坚持自己的吃饭原则啊！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吃饭方式，还有口味。来猜个拳，我就没原则。哦，输了，也赢了，我们看谁赢得多。平手，输了，完蛋了，偷了奖要赢了，赢了，输了，哎、欸，偷了奖，那你比数比较高哎、欸，那看来应该是全家的比较好吃。Oh yeah.你们喜欢吃什么火锅料啊？我超喜欢吃鱼包蛋耶、欸、可鱼包蛋很少火锅店会有，好像 Well done。我爸超爱吃蛋饺，哎，蛋饺还是燕饺 ？QQ 很喜欢吃燕饺，然后爸爸很喜欢吃蛋饺，我很喜欢吃鱼包蛋，还很喜欢吃，那个鱼软卷嘛，就是中间有鱼软的那个，然后是白色的，鱼包蛋超好吃，我超爱吃鱼包蛋。我原本不敢吃，可是我是被我同学推坑的，就是之前那个国中的时候在学校煮火锅，然后他就带鱼包蛋，哇，我一吃惊为天人，我就每次火锅我都要吃到鱼包蛋。问吃什么酱料是看是吃什么的耶，我最想吃香菜，我今天吃的是第二颗，爸爸我就先不要蛋饺爱吃，哎，大家都喜欢蛋饺，可是我鱼包蛋再下来应该是燕饺，太开心。我酱料，我平常在家是吃日本的那个柚子酱油，然后配胡麻酱，这两个加在一起超好吃。然后如果就是想吃，就是不要就是有加葱的话，就是配这两个搅在一起吃。然后如果有再加其他就是什么葱啊，我会加葱跟洋葱，然后包那个牛肉很好吃。然后如果是去外面吃，就是有沙茶酱那种的话，我是吃沙茶加酱油加花生粉加葱加白醋加花生粉，我讲过了吗？嗯，还有什么？应该是加这样子。他还寄风量，你们嘞？你们酱料都吃什么？我最喜欢牛肉，我最喜欢牛肉加日本酱油，
花生粉，对啊，加一点点花生粉。我也不知道我从哪里看来这个吃法。哦，韩寒会加萝卜泥，韩寒是酱油加萝卜泥，不沾酱，不沾酱不会没味道吗？我以前也不会加，可是我是不知道看谁加了之后，我也会加花生粉。我不太吃麻辣火锅，麻辣火锅我都只吃鸭血而已。酱油加葱花，要么不沾，真的假的？这样不会啊？算了，酱油就有味道了啦。我们家都吃很重咸，当点。嗯，花生粉会多一个香气。我好喜欢，我好喜欢麻辣火锅的鸭血。老四川的鸭血很好吃。不想再吃肉，吃怕了吗？是这么写的，你却那么甜，当然呢、啊。鸭血超好吃，我们家还蛮爱吃鸭血的。火锅汤吗？我都喝那个呀，我都应该是比较常喝豚骨。可是我也没有特别哪一个，因为我都还蛮喜欢的，可是就看我那天想喝什么。然后他很超喜欢酱油的拉面，他都点酱油的。我都是味噌或豚骨都可以，不是那个拉面汤。你们是重口味的吗？还是你们就普通？有人是吃很清淡的吗？玉兰喜欢加什么配料？我去吃一兰，我都不敢点其他，可是我都点一碗面，因为我觉得好贵啊。可是我会点白饭，就是面吃完再把白饭倒进去。青酱油跟豚骨酱，是哦，有分这么多种啊。我也是重口味。这不是那个啊，日本有一家叫阿夫里是吗？它有什么柚子盐口味，听说很好吃，可是我都还没吃过。大家吃拉面也要点白饭，
贯彻白饭人的始终。它很好吃，鸭血很好吃，鸭血真的很好吃。汤泡饭可以，烩饭不行。放太多了，花椒吗？还是什么？辣放太多了吗？新野收，新野收 ，AKA 新野收是吗？忘记了，那名牌写什么忘记了。就一直很叫我心也瘦，笑死了。寿司跟麻辣锅，寿司啊，当然是选寿司。我对麻辣锅没有这么热爱，因为我们家太常吃火锅了。我们家每次想不到，就是啊，不然点火锅来吃好了。谢谢 Miso 的剪刀石头布，不是番茄汤，互相喝对方的汤，这样还不错啊，就是每个口味都喝得到。谢谢 Miso 的 Love， 嗨嗨 Akira， 嗨嗨，好大的碗，对啊，碗工。因为我不可能把整个锅子拿进来，所以就拿大一点的碗装它。番茄汤底的火锅汤，小火锅都可以，石头火锅、臭臭锅都可以。嗨嗨太难。还有一口白饭，但是我不想吃了，还是把它吃掉，再浪费。最近我有在学，就是神曲的日文怎么唱，我每次都只会哼哼哼，可是都不会精准的唱。太难，石头火锅真的很赞耶，我也喜欢石头火锅，火锅必点的料。其实我很少另外加点，因为我都吃不完。我只要吃火锅，
就是很多都会打包。没有，就是 AKB 某几首就是特别就是大家众所皆知什么 Plan Ghetto， 然后 OK Diamond， 就是这几首大家都知道的，先把它背一背。对于一个不会日文的人，背日文好痛苦哦。我终于能感受到 Mayu 背中文的痛苦了。不会啊，可是我喜欢中文日文都会。哪有最渣的不是日文？谢谢幻影战士的麦克风。日文退步。不是说你好漂亮，为什么会比较喜欢他？因为涵涵很可爱啊。你可以跟姑姑说涵涵很可爱。马油真的超强，他语言能力真的超强。你很好看，谢谢米柚的姑姑。强榜的溺爱里没有溺爱，臭兮兮害我没有，害我没有在榜一，可恶！我难得丢这么多，居然没有在榜一，害我卖。可是我觉得最严重听过就回不去的是那个绿草地，那时候。绿草地的歌词，日文歌词真的是超级难背，我小巨蛋背到快要疯掉。栗子没有钱了，没有钱发烟火，栗子只能发猜拳，没有这种时候要发猜拳比较好。我喜欢莉莉这个类型的女孩子。慢慢丢告白气球，有啊，你们害我一直要丢别的，就是一直要丢猜拳，可恶！你们都这样，近期的歌我最喜欢这一首了。我没有抽一脚，还好没有。大家都阻挡我成为韩寒的榜的第一。相爱相杀，只好欺负一下。黑人问号，黑人问号。知道了，知道了。谢谢 Eddie 的新之冠。
我觉得我跟一年前好不一样了。看到娜娜前辈，就是还有那个马悠悠前辈的那个画册，我突然觉得我把前辈打在戒指上不会很好笑。对，我一直觉得很尴尬，我把前辈打在戒指上，看了前辈发的那个就觉得其实自己也还好。一年前现在差别很多，那你们来说说看差别在哪？觉得很棒，才不告诉你嘞！もう一度、もう一度、君を誘いたい、あれきり。就都迷妹是很尴尬什么？进对进对应退进对应退进对应退，谢谢你的心之冠。进对应退怎么感觉不知道是这对的词，可是我怎么突然觉得好奇怪。但是我觉得很奇怪，可是好像说不出来什么。我刚才觉得很奇怪，可是就是我讲不出正确的，所以我只好觉得它是正确的，好尴尬啊，怎么办？应对进退，刚是什么？进对应退吗？对，应对进退。そうですね、不影響阅读ですって。次のナンバーワンを見つけてもらうしかないです。大島です。ただいま戻りました。よし。新しい相棒を紹介します。世界の平和のために。最近好喜欢这家的布丁。硬核。嗨嗨，阿华，哪家？某巷弄，主张茶弄。哦，谢谢 Eddie 的好多剪刀石头布，谢谢。下次。我觉得我现在跟刚甄选结束，就是甄选时期很不一样。我觉得我的脸真的消了很多，就是婴儿肥消了很多。因为我以前这样摸这边都是空，可是现在可以就是手伸直了。白熊礼拜六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嘿！祝你生日快乐，嘿嘿！祝你生日快乐，嘿嘿！祝你生日快乐，嘿嘿！
本完都不本完，对啊，都消了。可是正面看起来消，可侧面还是感觉很大，也很大。刷掉留言，不是念榜的时候，我们现在念榜的时候再唱一次。现在眼睛亮还是不？不配吧？对啊，侧面还是不好。每次翻拍，我都觉得我的脸好大哦，因为很少是正面，就是很少会是正面拍，然后看我侧脸就觉得我的脸好大。王九刚刚讲哦，昨天那个，昨天什么？忘记了。好，我想起来再跟你们讲。我想起来再跟你们讲。完蛋，金鱼脑，完蛋。我每次都这样讲，我好像要讲什么啊，忘记了。好，我准备。耶，变成是今天心中的踏实，希望能让更多人认识莉莉。我29耶，我好像是最多的耶。我是最多的耶，谢谢。谢谢大家的玫瑰。好，莉莉手手准备。你们是要给我那个丢韩寒的那个吗？让我抢红包丢韩寒的那个剪刀手布吗？20，可恶，没有第一名了。噔噔噔噔，昨天真的太好笑了。贝尔什么？贝尔摩托，可爱酒。贝尔到底是贝尔什么？贝尔摩德。谢谢红包。红宝，你要发红包吗？谢谢泡泡。放闪他会系统闪，对，笑死。喜欢莉莉跳舞，那可以看影片吗？应该他们的影片都我跳舞的样子。
多谢大家红包。按掉了。哦，对啊，塔华直接的官方的照片比爱心。哦耶！哎，我39哎，超多，超多，我第一名哎，我整个第一名哎，赞！感谢帮补血一波。耶！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让我能存那个钻石去丢柴犬，大家可以多多丢柴犬给我们，然后给我们柴犬。要交新资冠军，点到红包。谢谢 Popo 的新资冠。谢扎卡的新之冠，我昨天讲贝尔摩德的时候，有多少人懂这个？是没有人懂这个。噔噔噔！哇哇哦，超痛！我的戒指弄到自己的手指头，没看好像不懂，没有，贝尔摩德是那个柯南的。谢谢明的剪刀石头布，哦，谢谢西西的剪刀石头布，谢谢谢谢溺爱西的剪刀石头布，耶，谢谢溺爱西。没有，我任务是用戒指解的，用我的戒指解的。啊，薪水头小偷来打招呼，辛苦了明，辛苦了，辛苦了。嘻嘻，嘻嘻都不剖，嘻嘻都不剖。贝尔摩德，所以你们知道是谁了吗？没有，没有结婚，好不好？那只是因为我不想影响前三只用，前三只行动。然后因为这一首带了，所以我只好带这一首。没有任何意义，对，就只是因为其实他也可以带十只。可爱我的色，你怎么的那个好寂寞的呢？
看柯南不会哭啊，暗杀教室会。我没有很喜欢戴中指，面面的是戴在食指上，可是我就喜欢。我比较喜欢戴在不会影响生活的手指头上面。嘻嘻都不哭了。剧场版，还好我跟韩寒不会抢，因为柯南是我的。沙老师的频道，哎，沙老师那个最后一集真的很感人。是你们说我，哦，都累。每次听那个。每次听那个就是听那个小巨蛋跳过的，就觉得哦，好怀念哦。rap 真的超难，然后对于不会日文的人，就是 rap 真的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我已经剪很久了，可是我觉得暗杀教室要从头看，要累积那个情绪。海豚选表演的很赞，真的吗？谢谢太阳，谢谢，谢谢。最高が終わでも最後の一瞬のハッピーエンド。会日文还是说哪句？rap 很难呢、欸。哦，之前有看那个《创造一零一》，我很喜欢那个木兰说。就是他们是唱作组，我超喜欢这首。那那那那，不要再咆哮，那那那那。我觉得会 rap 很强哎，而且很帅，虽然我不是那个风格。那那那那，不要再咆哮，那那那那，不懂我别吵，那那那那，请给我听好，我要你们起身为我尖叫，那那那那，把斧头吃掉，那那那那。标准都吃掉，那那那那，雨后胸罩我都要。Hey you， 跟我一起燃烧。这儿总是一直没有被看好，比尔盖茨怎么甘心只做最佳的配角？为了梦想一直努力，不要气馁，我不会忘记。人生努力的收获，刚刚走过，我还是还是意义。哎，这个舞台是我的希望。哎，不要理会所谓我们不一样。有胜利的美在怕的不怕你强，我把花木兰的荣光披在我身上，是为了自己，我用我的目的。大家好像比较少看就是这种的，对不对？比较少看
是你说的那种 honey sweet， 不是言语的解释。I don't care。嗨，海飞镖，请你看得起，是的，好的。I will take my time， 无所畏惧。人等一起都在闺房等待，无论选择万物全彩，上面是那高山大海，迎接全世界的期待。那那那那，伍佰的歌为什么？好，再来说你在出什么手？不要少看选秀节了。全世界的期待，那那那那，不要再咆哮。哦，谢谢托鲁奖的尖刀石头布，谢谢，谢谢尖刀石头布。这里很，对啊，谢谢托鲁奖，谢谢。谢谢托鲁奖，哇，好多！谢谢托鲁奖的剪刀石头布，谢谢。看看，砰！谢谢。フライングダウン，左足先に。Give me five好了。我现在因为乐团，所以我接触了比较多那个就是乐团相关的东西。哦，谢谢谢谢托鲁奖，好，谢谢托鲁奖的好多剪刀石头布，谢谢。哇，热度已经500000了，谢谢托鲁奖。噔噔噔噔噔，谢谢。手都完了，谢谢托鲁奖，我帮你把手手，可以帮你把手手接回去，来帮你，谢谢托鲁奖，谢谢托鲁奖，那我等下来剪刀石头布。对。帮你接回去。手を握って新しい夢を見る。嗨嗨，道明。明日を信じよう。その卒業と名前口じゃなく。それぞれの道進むだけだ。さよならを言うな。だから今がハイタッチしよう。我要来猜拳，摩拳擦掌一下。好，我一定会赢。还想吗？我一定会赢。负 ，OK，OK。Okay. 做人果然还是不能，就是太开心。啊，真的赢了，赢了，赢了，输了，赢了，耶！平手。耶、yeah, 赢了耶耶耶耶耶，输了，平手，输了，平手，输了，输了，平手，输了，平手，赢了，输了，赢了，输了，赢了，输了，平手，赢了，平手，平手，赢了，耶赢了。赢了，输了，赢了，平手，赢了，哦耶，平手，可恶，输了，
一首，赢了，操作评分当掉，赢了耶，赢了，赢了，哇，还有吗？再赢，再赢一局，再有连五胜吗？可恶，输了。哎，你就是故意不给我连五胜哦，让你很坏哦，我都差一点点而已。输了，赢手，输了，赢手，输了，输了，不要再输了，赢一下啦。耶、yeah! ，输了，平手，赢了，平手，赢了耶，赢了，发心机，输了，输了，赢了，输了，赢了，平手，平手，平手。输了，赢了，输了，赢了，耶！平手，可恶，输了，输了，不要再输了，不要，我没有连四胜，给我连五输哦，还真的连五输哎、欸，可以不要再输了吗？哦，平手，好。不要再输了，不要再输了，不要再输了，让我赢一下好吗？一直一直不让我赢哎、欸，为什么？我想听罗德里亚的歌。罗德里亚，罗德。我想听。好，这个也可以。平手。对啊。可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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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乐。来。改一下，改一下，嗯，好，继续猜，输了怎么还是输？平手，可以让我赢一下吗？耶、yeah, ，赢了，就输了，耶、yeah, ，赢了，赢了，快快快，可恶，我想说可以来个连续几胜。连三胜喽，四胜，这个哦可恶，他都就是都不让我赢一次哎。罗泽利亚的那个，他们整个乐团都超强。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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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要把它拆完。噔噔噔噔噔噔！我最近都11、12点就睡了，然后昨天我不是比较晚去吃吗？我吃到超想睡觉的。我现在一边拆拳一边跟你们聊天，然后我就一边吃，然后就是因为我跟海都还要上课嘛，然后我们都很早起来，然后就是。我们两个吃饭的时候都是这样，然后我们都很想睡觉，然后那个弟弟跟妹妹也是，就他们也都很想睡，然后他们前一天很晚睡，然后他们吃饭都是吃这样，弟弟还是要变这样，他忘记要咬了。超好笑，就大家都是很想睡觉的状态去吃饭，就大家都是一脸写着我很累，他刚给我跳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我觉得Rosalia的歌都很好听。哦，我节拍超烂，就是我节奏感超烂，然后我不是有去试上课，然后那个老师就是他就拿着那个，他就叫我拿响板打节奏，然后打到我自己都觉得超尴尬，因为我真的很不会抓节奏，尤其是慢歌。然后他就选了一首我完全没有听过的歌，然后完全没有打在拍子上，因为很容易被歌词影响，就是歌词重拍的时候我才会下那一下，然后就超尴尬。然后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跳舞的时候大多都是对歌词，就是比较不会对。我很不会数拍子，所以每次都很尴尬。对，从打响板开始。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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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超好笑，我就从打响板开始练。我真的觉得哦，老师还有介绍一个那个 app 给我用，他说就是那个 app 名字叫 tempo， 然后就是他叫我没事的时候就听着歌，然后一边按那个 tempo， 然后他说如果那个 bpm 的那个数值跳得很快的话，表示很不稳定哦。然后我的真的超不稳定的，我的拍子
跑得超严重，就是上上下下超严重，就是人家可能正负数值，就是可能正负一而已，我会正负二、正负三，超夸张，很尴尬，然后就是节奏感超烂，就算会跳舞，可是节奏很烂。主要手都剁了，也可以冲进来噻。我帮你接回去，透露讲，我帮你接回去。节奏感，我觉得非常需要重练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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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托鲁讲的超多剪刀石头布，谢谢。我觉得这个真的超烂，可是我这真的不会数拍，而且我不太会抓，我一定都要导唱老师的那个导唱老师的 demo， 就是示范的，我才会知道怎么抓，就哪一拍要下之类的，不然我真的是很不会，对。因为柏林的节奏就还蛮好，可是就是就像他就是对乐器比较了解，我对跳舞比较了解一样，就是我们两个各有各擅长的地方，然后就是他也会告诉我，就是我就是哪里比较不好之类的。欸，你平常练歌怎么练？我练歌，我都比较着重在技巧，因为我不知道，我还没有正式上课，我就只有去试上。可是试上之后，老师有跟我说要如何练那些节奏感之类，我就会比较知道我要怎么做。不然我以前都是比较注重在于如何把歌唱的丰富一点，因为把歌唱的丰富也只是我去，就是听导唱老师的，然后还有就是网络上找，就是听别人唱歌的技巧之类的，就因为我没有学过唱歌，所以只能自己这样练。我最因为老师说我的嘴型，他说我嘴巴没有打开，然后所以我现在要把嘴巴打开，就是自己能感受到比较不一样，可是很不习惯哎，就是很不习惯张开嘴巴唱歌，可是有张开真的有差，就是不会感觉声音很闷还是什么之类的。可是我就是觉得有去上课真的就是知道了很多自己原本不知道的盲点，对啊，会习惯，只是现在因为太在意就是嘴型要打开，所以有时候音准会有点跑掉。每次在乐团练歌的时候，我就很想要跳舞，对，我就很想要跳舞，因为因为舞蹈班嘛，就是舞蹈班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很喜欢就是听到音乐就开始扭，然后每次有时候他们在听其他歌，就是用那个手机放出来，然后我们就会互相交流大家喜欢什么样的歌，然后就是有时候他们放一放我就开始跳，然后就是大家都是然后我觉得开始扭动，然后可是我又觉得这样扭好丢脸，可是我又很想跳舞，
就是一天不跳舞，就是全身会不对劲。然后每次我就很，然后就在那边，我就在那边扭，可是我只敢扭小小的，因为真的太尴尬了，就是全部人都看着我。而且我很喜欢自己编一些，就是听音乐的当下，然后自己就是编一些有的没有的。就是想要一直动的主唱。对，就是想要边唱边跳。哦。因为人家主唱都就是不会那么恰恰丢，然后我一直恰恰丢。就想鼓在后面 ，keyboard 在后面，然后吉他跟那个 bass 在旁边，然后就我一个人在这边那边唱唱丢。对，然后每次都很尴尬。咚哧咚，咚哧咚哧咚哧咚。不是啊，就是听到音乐，就是要我站直直的唱，我还真的不会。我只是喜欢恰恰丢。边唱边跳，可是边唱边跳，就是我还没有那么厉害。パーティー。窓ゼリーある。ローゼリア。可我选不到我要的，算了。很感谢伯乐推跟我去玩邦邦，对，让我就是对乐团知道的歌又多了一点，因为我以前真的很少听这种东西，对，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少接触的人。我想上个厕所，我可以找阿雪代班一下。阿雪，你代班一下，我上个厕所。看可以吗？阿雪，你不见了。阿雪，你代班一下。我上个厕所，很快就回来。
学没有实习。衣服够温暖吗？主播怎么离开？什么？好好讲话哦。阿雪没有瘦，阿雪肉跑我身上。可以了吧？快把肉还回去！对不起，我太胖了。阿雪，我多分一点肉给你。我没有虐待员工，好不好？我才没有虐待员工耶！再来看，再来看是拆迁有没有？有两次。耶、yeah, ，赢了，平手。谢谢西西的星之冠。不要不要分肉给我，我太胖了。外面是下雨了。好，我要念吧。谢谢西西的人气会员选票。有啊，刚刚阿雪有来。Fly to the sky.还不胖，绿绿超级胖。学那个字，绿绿超级胖。我想跟阿姐一样。我想跟阿姐一样瘦，英文字。脸颊本体，可是本体已经在消了耶，跟以前比，本体已经在消，只是侧面看起来是很宽，可是正面看起来还好。好，我要念榜了，念榜第一名是特鲁酱，谢谢特鲁酱。谢谢陀鲁酱，晒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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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鲁酱，晒晒晒晒。不但是一年前的例子，不管是想现在想要的例子，也是想排在这次例子。对啊，算了，陀鲁想排在这次。来，我们这里有很多。我也是最喜欢的，用全力向南面对所有的观众
谢谢兔子姐喜欢，那未来也要继续喜欢我。虽然不认识一年前，可是你可以认识往后的例子。谢谢兔子姐，谢谢谢谢。第二名是西西，谢谢西西，开始剁手了。剁手也不用 high five 跟握手，那更棒。没有，你其实超想要。姐妹同心嘛，玩什么还那么嗨？是吧是吧，跟音乐玩还装酷，谢谢。啊对，还在家笑谈。哎，为什么？什么？其他丢包。然后你都这样子，然后还不罚我，我花的都笑出来的。你假扣工艺，略是喊一个借口，什么？但是金没讲什么话，没关系，没关系。但是金头上面现在明显臭兮兮，什么也不看看那个。谢谢兮兮，第三名是 Eddie， 谢谢 Eddie， 谢谢，谢谢。因为我能不能音的变得更自然，更自然的对，因为我早会那个环节，当那个，当那个环节，那个跟他说话就 Let it go。你刚刚说什么东西啊？我忘记了。谢谢 Eddie。第四名是喜乐库吗？那对了，他们我才被你选入情，他们应该心动，没有人成长。哎，生日快乐！哎，那个脑子好，五六七八。祝你生日快乐，嘿！祝你生日快乐，嘿嘿！祝你生日快乐，嘿嘿嘿！祝你生日快乐，嘿嗨！喜乐库玛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第五名是幻影战士。可是跟阿杰比起来，我还是太胖了。谢谢欢迎，但是第六名是阿 K 啦，期待明天的这种感很好看的，院长和表演计划各方面也是。好，我会加油的。现在超喜欢每一次的练团，都每次练团都很开心。谢谢谢谢 Akira， 谢谢。第七名是泡泡，休刊期间不定，为什么？为什么休刊？泡泡为什么休刊？你怎么可以休刊呢？还是谢谢泡泡。第八名是 Gusanobita， 谢谢卢森。谢谢。那个他现在顶上感觉上上上，我会变成更完美的样子的。谢谢鲁萨诺比塔，谢谢。第九名是新野兽，谢谢新野兽，谢谢，谢谢，谢谢新野兽。QQ 加一四花神推。所以有 QQ 吗？还是那个 QQ， 不是那个 QQ。第十名是开心，谢谢开心。然后你看现在，那之后要继续来找我，谢谢开心。第十一名是九蛋，谢谢九蛋，谢谢九颗蛋，不是八颗蛋，谢谢九蛋。第十二名是明，谢谢明，是我的例子，一个小大奖的邀请，谢谢你，谢谢，谢谢你，谢谢。
那一段写的真好。谢谢名，第十三名是 Everfly。如果看过，绝对不能错过你磁带，笑死。当然真的没几天，运动会的部分，第二部的影片，现在第三档可以多一点，应该会多一点啦，应该吧，希望多一点。第十四名是吴呱呱，谢谢呱呱，谢谢，谢谢呱呱，谢谢。第十五名是台瓦哥，谢谢台瓦哥，谢谢，谢谢台瓦哥。真喜耶，他们加酷变快，哦嗖，哦嗖，下礼拜发摄影师表示都建好，什么意思？好啦，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啦，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大家拜拜，上班加油，拜拜，拜拜，上班加油，谢谢大家，拜拜，拜拜。